我现在眼睛又起雾了，靠，这样子就会起雾，太夸张了。哦，还没按钱吗？来，可是应该先等一下，他先等八千，再一次充值，没有，中文，你要再一次，对，然后美西加值，对。他不是闪这个灯吗？对啊，那就放卡没错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就照操作的，是钱，钱他没。对，先啊。啊，怎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样好，我们先你先拿。啊，换另外一间，应该要出现说你要那个放钱，还是要先放钱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但是他没显闪啊。你要选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先。我昨天。再一次，没错啊，卡片正面朝上，我刚好正面朝上了。请插。靠、哦。另外一个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操有错吗？没事加值啊。对呀、啊。没有换另外一台，换一台。卡片正面还是要放背面？哎，没。好，我刚刚这样不行，要换这样子啊。是不是下面这一个呢？啊，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对。没错啊，你看，没关系啊，带一次中文。加值，那仔细看一下。他是闪那个灯没错啊，那个是定期票、信用卡，那应该是下面这一个了。好，再试一次啊。啊，对啊，像，可是它闪这里呢。这一边是信用卡、啊。对啊。它是闪这边又放这边。再试一次。那啊，那一台机器有问题啊！我的天啊，真的是超夸张。明明就是照那个步骤操作，竟然不行。正在发行车票。正在领取卡。好。Can I say, can I charge this car here, there? What? Charge. Good year.最后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，还请帮忙订阅、点赞跟分享哦。